PTU 畢業，親友亂玩槍。PTU 畢業啦，開心事啊！一家大細朋友嚟曬，咁多支槍，支支都咁有型，梗係要拎翻支擺翻個靚 pose 啦。我哋三劍俠係咪殺死人呢？睇下槍神咁款，自然係我啦。我射你，我挡 ，bang！ 哎呀，我死啦！呢啲相近排喺网度流传，2007年影噶，你哋就玩到黄晒型咁，知唔知可能违反指引呢？枪械咧非同小可，偶一不慎咧就会造成致命嘅伤害嘅。所有枪支咧，我哋都系假定佢系上咗膛有子弹嘅。咁所以如果你用一支枪指向一个人咧，无论边个指向边个咧，都系唔恰当嘅。佢就奉劝各位新宅师兄师姐，处理枪械嗰阵都系审慎啲好。其实毕业礼一齐影相已经好开心噶啦，唔使玩枪嘅。PPRB 就话啲枪冇上弹，唔会危害到参加者。如果证实有人违规，会严肃处理咁话。警队出丑都唔系第一次噶啦，去年11月就有批疑似拍拖间嘅男女警喺大埔一边踩单车巡逻，一边亲密自拍，都俾人闹爆噶。